是莫名刷的。那个一共多少？最神奇。莫名刷。广州的市树来的。这个是叫做凤凰花。这个。凤凰树。这个是凤凰树。嗯。认识蛮多的嘛。嗯，因为我就想小学学校有一棵凤凰树嘛。哦，所以说你就知道了。嗯，这棵也是啊。嗯。有两棵凤凰树。木棉花经常见吗？嗯，木棉花对，你们广东的木棉花。广州的市树就木棉花树，到处都是。我们就认识这个樟树，就是一个樟树、桂花树。请紧握扶手，以后的乘客请紧握扶手。
这个人蛮厉害。曼里号那个一个郊野山区一个城，我们坐坐了，要坐坐了城里站。嗯。但我不要坐车，我就这样的。哈哈哈。那可以的。对。那没钱。坐了我一分钟的车吧。
统在汉北也减少不少。这期那里这里跟他也差不多。什么线？什么线？
跟那山跟哪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平山环绕，都是去南丫岛，看的差不多，就这样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黄石码头。老汉，广州的。